最后一包零食，看着都好吃，哎，好香啊！上一次月月都把我的零食吃完了，害我一口都没尝到。要不然这次趁月月不在，把它吃了。月呀月呀，我可不是不跟你分享零食啊，是你自己不在教室里。老刘，跟我到办公室来的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小零食，你在这等着我啊。妞背着我吃零食，看我不把它给吃完。哇哇塞，太好吃了，要。哎呀，吃饱了。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用起泡胶给他做呀。就这样。哎呀，先倒胶水。颜料擦了，哎呀，颜色不是很像，我再加点红色。好了，搅拌一下，我再把它分成小块，嘿嘿。吃我的零食喽！咦，谁把我的零食给我撕开了？这也没有人呀！哎呀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还有呢，里面。这零食怎么看着不对劲呀？摸起来还软软的，难道是我的零食过期了？不对呀，这手感摸着这么熟悉，是起泡胶。咦，竟然被看出来了。这我刚才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回来这零食就变成起泡胶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难道是貂蝉给我偷吃的？对，就是。